嗨，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支影片。那这支影片呢，因为重点不是我，重点是这个日本的空气，好了，所以呢看不到我的脸没有关系。对对对对，重点是这个。那这件衣服呢是奈良的小鹿哦，对，所以今天是以可爱风跟大家见面，自己说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呢，其实这个故事还蛮长的，这是一个日本艺人的写真书，这样。然后那时候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啊，在奈良的房东其实人还蛮好的，就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用一些 LINE 在联络讯息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就贴了这个艺人的写真书在亚马逊就是要发行的这个消息，然后那时候他很热心的跟我说他可以帮我预购，这样，因为那时候还在预购阶段。然后就是要我提供信用卡号跟名字给他，这样他可以帮我买，然后可以送来台湾。对，但是这个呢不是他买的，是我自己买的。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有跟朋友讨论过，他们就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买的话，其实你可以自己就是上网办账号就好了。我想说对，其实网购这种事情自己申请账号还蛮容易的，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就跟房东说我还在考虑，因为那时候去日本也花了蛮多钱的。对，后来在一番挣扎之下还是买了，只是这些事情还没有告诉房东，就是他人超好的。那这个是那个亚马逊，日本亚马逊的这个寄来的。对，那这个杂志其实是上个礼拜三发行的，然后我4月25号才订购，才20号发现，我25号才订这样。但是那时候还分蛮多款的，然后这个是亚马逊的什么限定版，对，会有些特别的东西。哦，那时候在买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网站上啊，就是会就是问你说，你要快一点拿到货吗？那就是会比较贵一点点，应该是运费比较快，快递会比较快一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普通的，就是以一般速度寄来这样。那我就想说其实也没有很急，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慢慢等也没关系，反正只是一本写真书。对，那那时候呢看网站上它上面是写5月6号这个货才会从日本那边寄过来。对，那这个货它其实有备注说可以寄来台湾，因为有一些商品好像是没有办法进口到台湾的，只能在日本亚马逊那边收货。对，那这个他有备注可以。然后很快的是4月26号隔天，那个快递就是在亚马逊他们就寄了一封 email 给我，就说你的商品呢已经快要抵达台湾咯。对啊，日本跟台湾是没有很远没错，但是隔一天他就跟我说你的商品要到台湾，然后说要提供一些中文姓名跟身份证字号，好像进台湾的货要报那个个人物品这样子做一个记录。对，那那时候就想说写完啦，就想说5月6号的时候就可以收到这个货，结果呢没想到超级快。对，今天刚好休假，今天就送来了，超快，无敌快！今天才5月2号，早上10点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没接到，然后就回拨，他说：“我是快递这样子。”然后说：“快递，那就是我的写真书要来啦。”对，没错，就是这个。然后那时候我就下去拿的时候呢，其实有点吓到，因为那个快递呢是骑着摩托车，我还以为是就是会是货运公司那种什么新竹物流啊大台的车，对，它是一台就是骑摩托车，后面货绑在后座这样，还蛮多，然后还有其他亚马逊有货这样，但是这样也蛮方便的，就是还蛮好的。对对对对，那因为我有特别选说不要6日收货，因为6日的话大部分都会在上班，所以呢就选平日，然后很巧今天刚好放假，就是就收到货还蛮开心的，就想说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开箱咯。那开箱的话呢，我来看一下它这个其实包装还蛮应该是保护的蛮好的啦，然后这边就写说
从这边打开，哇，对，从这边打开，从这边打开，然后有一个星星这样子，那按下去之后好像就可以打开了。对，这是我第一次买亚马逊的东西，来看看啊。好，我来看一下，按下去以后呢，然后打不开，好。应该是因为它旁边有用胶带粘住了，对，没关系，我有被弄到，那就把它割一下，可以割一下，好，一下，然后呢，还是打不开，哎，看它这个粘得很紧，哎，好，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来自日本的空气，哎呦喂，好像有点难开，是不是要依照这个箭头的地方把这个撕下来？哦，我看到书了，对，咻，好，我看到书了，还是我直接把箱子撕开好了，撕开了，撕开之后呢，它可能是因为要国际运的关系，它包的还蛮仔细的，对对对，蛮仔细的，好，然后是这边，好，都割开了吗？对，打开，哎，好，我看到了，写真书，噔噔，哇哇哇哇哇哇哇，闻一下日本的空气，哎，他好像放了一个 DM 给我，这是什么东西？哦，好像是可以捐款给弱势儿童的一个捐款单，哇，好棒哦！拿到了，拿到了！哎哎哎哎哎！哦，非常的，它好像粘住了哦，它在书盒子跟书的后面啊，粘了胶，可能是怕它那个砰砰砰砰砰会受伤，所以它就是有用了一个纸板，然后还封膜，然后这里又用了那个。保利龙胶，可以保利龙胶，热熔胶把它粘住，这样，哇，好，其实还好，我还以为会有泡棉什么的，就这样还不错，耶，好，那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里面的书，这样，诶，要怎么开的？哦，慢慢的撕开，哎呦喂，哎呦喂。好，我决定了，用剪刀先看，一咻。这本杂志是哦，他们马三奇先出道十年，然后去美国哦洛杉矶拍的写真书这样。那时候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有人在日本那边，然后拍书发售的状况这样，然后有一整面墙都是他的写真书，还蛮夸张的，蛮厉害的。他在日本真的是很强。然后当地好像还有卖一些什么文件资料夹做周边商品。对对对，他们很会卖。那这本书好像也出了三个版本吧，在不同通路买。哎的话，会有就是一些不一样的部分。然后我买的这个呢，它好像算限定版吗？它这边有，就是哎这边，他的画，他的创作，对，他个人的创作。好，割开以后呢，哎书就滑下来了。
哦，这应该才是商品，这样，这应该是保护它的。然后，哎，来看一下这张纸。嗯，这张纸就是那个亚马逊的送货记录单，哎，订购记录单啊。好，反正就是这本书呢，它是写说是3000块日币，然后呢，再加一些有的没的，就是运费啊那些的，对，然后总total是3550块日币这样，或是刷卡刷卡，嗯嗯，好，那这个呢就是哇商品，对商品，哇很棒哎。我看到照片了，好，那这本书呢在亚马逊买的话它会附赠一张照片，对，哦，但亚马逊的这个有点受不了，亚马逊的那个赠品是这个哇超帅超帅，对对对，有点反光，哇很棒耶。好，那商品大概介绍都是这样，对，那 我想要看一下里面的照片，那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看看我的影片，对，那我来把它打开，诶，这边它留了一个缝，好，拍不到，有点失焦，它这边有一个洞，感觉可以直接从那边啊，从这边打开，好，为了要保护它这完整的包装膜，所以我必须用美工刀，其实以前都会拆专辑什么这些都会直接撕开，然后后来发现说，哎，其实有包装膜的话，哎，包装膜在你翻完之后还可以把它套上去保护它，就是避免长灰尘啊，然后还有什么的，觉得还不错，所以呢，就会小心的把它保存下来这样。当然是针对那种比较爱惜的东西才会这样啊，像专辑啊，然后漫画，啊，然后写的。哦，哎，这本书其实还蛮厚的，它现在人气越来越高，好像就是想当年，那时候有买过他第一本写的书，就没那么厚。打开了上面，哦天哪，我的天哪，这个要好小心的割，要不然会怕割到内页。哦，我觉得太可怕了，不如用剪刀好了。剪刀太大了，好像有点难。那拆的话就是拆 L 型，啊，留一个底。啊，好讨厌哦，觉得会伤到书。啊。虽然说写成书这种东西啊吃不饱，但是呢还是会想买，应该说不能吃，但是算精神粮食，所以还是可以，为了爱，为了爱买啊。哇，好难开，我天哪，天哪，我觉得它会不会啊，不好意思，我猜太久了，也很难欸，好，要不然就先这样好了，从这边抽，反正上面我已经割开了，从这边抽应该也可以。哈，啊，好难开，我的天哪，啊，来自日本的空气，来自日本的书，来自日本的人事物。那我
轻轻的把它抽出来，抽出来！天哪，我看我等一下应该是塞不回去。这上面还有那个条码耶，这本书的编号啊，顺便宣传一下好了，《王者天下》在日本已经上映了。天哪，抽不开，怎么办？没事。天哪！我可能以后要买一只专门拆货的刀之类的，才不会拆的这么辛苦。嗯，好，抽不起来。美工刀不太利。整整一块断哎，这是有够那个有够辛苦的，剪到我的汗都流出来了啊！怎么能包那么紧啊？这个路哈，去书店啊，真的是要偷看也很难，包太厚了啊！好了，好像只能先这样了啊，怎么办？脱下以后再把旁边剪开嘛。啊不行！啊怎么会这样？哦不！哎，看他这样子，我会坏掉。啊！好，很好，再把它拉回来。啊！怎么会这样啊？好，我决定了，看一下另外一张。好，从这里上，嗯，好一点。哎呀，好，事实证明，要从两边开始开比较好。对，差点就把这个膜给毁了。它有点静电会吸附在上面。抽的时候从那边抽，耶、yeah! ，很好，很棒，啊，可是有点做到，啊，可恶，早上盖就不要，不要漂白，好，啊，很棒哎，这张照片，啊，很棒很棒，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呜呼。好大本哦，超大本。如果是普通版的话，这边就不会有那个，不会有图啊。嗯，好，我就要试阅给大家看了。哇，这已经是出道我十年的作品。十年写真书，嗯，他为了拍《王者天下》呢，特地就是饮食控制，然后只吃蔬菜跟肉，就是不能吃淀粉，瘦十公斤，对对，瘦十公斤，所以他本来就不胖，可是他现在超瘦，哦，我的天哪，居然在那边给我拿香烟拍照。那偷偷烟吗？这样真的很不行。它里面的发型都是中分的，嗯，但我觉得蛮酷，哦，黑白照。
穿西装真的是无敌，穿西装。哦，天哪！嗯，很棒，很棒。很棒，很棒。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看里面？我等一下翻一翻，然后看有没有觉得还不错的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真的想要看里面内容的人，就是要自己买一本。真的。脱了脱了脱了脱上半身了。在大草原拍照。好，有东西卡到我了，所以把那个抽起来。哎呦，哦，哎，这样很帅，啊，那个不错。好，给大家看一下。哒哒，哎，看得到吗？对对对对，哎呦，很有型。哇，这太复古了吧！怎么有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林志颖？怎么有一种很像以前林志颖那个年代的照片这样子？好看，好看，复古风好看。啊，来看。看一些黑白的照片好了，就是一种，美国的街头，对，复古风黑白照。哦，他们拍的照片都很生活化。画作创作的照片，这个画作创作的照片。